有没有听过白虎门？那你有没有听过飞出门？我觉得啊，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他那个白虎经济啊，得罪了。蒙面人不能打，仲有冇边个学过功夫啊？我为什么还不出手啊？下意啊，不能出手。来了哎、来了美女。今天是初一，你不早一点讲。贺新年，祝新年。不要讲我没有给你们机会啊。